跟我胡杏儿是同姓的，所以觉得挺有缘分的。我可以说胡咏梅是我这个演艺生涯当中最苦的一个角色，因为我之前可能演的角色也没有这么悲惨，所以也觉得可以尝试一下。Hello Hello， 何润东、俞灏明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东哥他不用演，就是这个吴聘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很高大，很白马王子。然后浩明呢，就是第一次演一起演，就觉得他演技很好，因为他的角色也很难演，内心戏特别多。正四他。我想知道你最喜欢内地的哪个演员呢？然后比较想和内地的哪个演员一起合作？我喜欢的就是丽丽，我这一下就可以跟她合作，合作也很愉快。虽然我们戏里面都是吵架，然后有时候甚至于要打起来那种，对，反正我见到她都是不开心的。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看着你一贫如洗，无法立足。但是戏外就不是这样了。然后涛姐吧，特别喜欢涛姐的性格，男的其实都行，没有合作过的我都会希望